行李箱。哎，那个不要找了，那个是人家隐私啊。什么私啊？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隐私。快来帮我。这个不要找了，要不咱们走吧。快点快点。怎么都是你的照片啊？没有他吗？不是，应该有一张合影的，但是好像不在这里。看来立川真的没有忘记你啊。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巨大的隐情吧。翻了，男人钱包不能翻的。男人最大的秘密就在钱包里。这是什么？翠湖宾馆。这是立川去昆明找我的时候住的地方。啊，都这么久了，他还留着。哦，看来立川心里真的深深地惦记着你啊。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当拍电影啊？哎，你不觉得你的心里有一丝丝的感动吗？那也许是他为了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用呢。这你们的照片。真相究竟是什么？立川，如果不爱我，为什么还要保留着这张合影呢？如果还爱我，又为什么要分手？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我们之间究竟是什么鸿沟难以逾越？你一定也曾经努力过，对吗？像是你给他写的借条。嗯。哎，他这人很奇怪哎，干嘛随身带着一张欠条在身上啊？难道要随时跟你讨债啊？不会，立川又不缺钱。那我把他撕了，否则你们日后真的掰了，他会找你要的。哎，别，那些钱我是要还他的，而且这个也是以后重要的凭据。是你傻的凭据吧？赶紧收起来。放好，放好。回来了，我先走了，我走阳台。哎，你去哪儿？那边那么危险。你被打到没事，你们俩交情好，我被打到就麻烦了。拜拜。小心一点啊，金文。